你来了。对，我终于来了。来脱一个外套先看。好。天气炎热。对。好，动漫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节目了，因为有一个特别的来宾啊，委托我们帮他找新车。那看我今天穿的这样 smart 啊，就知道这个来宾来头不小啊。他就是 Miss Universe Malaysia Serene 蔡永彬。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Universe Malaysia 2020，然后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到这里。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其实对对对对，哇，我很兴奋，终于看到你的真人了。我也是很兴奋看到你真人呐、啊，我有看你们的 YouTube 的、哦。是吗？是吗？哎，这种东西不要讲，啊、我们这种回家我们来讲。OK， 好，像永彬，其实我们一开始啦，我是很好奇啦，身为一位媒姐，然后也是艺人啊，说你的工作日常是怎样，然后跟你要找的这个车子有什么关联？工作日常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走 outstation 啦、所以要找一个比较stable 的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pick up 要快， pick up 要快，对，哎呦，你是讲究这个速度感的啦，是啊，对啊，okay, 因为有时候 pick up 太慢的话，我很喜欢跑很快，所以就会影响到那个 speed， 对，这样还有什么需求？还有就是要够宽哦，尤其是就是在后面的那个 boot space， 对对对，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很多鞋子啊，然后有时候跑外景的时候要放很多东西啊，对，不同的服装这些啦，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带我的妈妈去买 grocery， 去做 grocery shopping， 所以好孩子，对对对对，就很多东西要放在后面，所以这个东西空间是一个很大的要求，对对对，那其实我是带了这一辆车啦，不过在这之前，我很好奇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其实。可以透露的吗？是可以啦，不要讲 brand， 我们来讲是日系车咧，欧系车还是什么？是 Continental 的咯。Continental， 哇，这样我觉得我今天带对车，因为我今天带的这辆车是 Continental 的，而且是 Premium Continental， 哇、而且很特别哦，是不是很期待？对对对对，有多特别？可以透露一点点先吗？我们出去看就知道了。OK， 啊，走，走啦，走啦。周司令，这个就是我要介绍你的车。哇，红色哎，这是什么车？奥迪 Q3 Sportback， 是 SUV 的。哇，真的很美，很性感哎，这辆车。很 sport 的感觉。对对对，像我一样性感吗？一样，我觉得很衬你，非常的适合你。是不是？是。所以你觉得这个车怎样？外形？OK， 首先我看车我喜欢看 rim， 所以我看到这个 rim 我是觉得不错，它很 sporty 的感觉，所以它是一个裸托两个颜色的设计啦，对对对，很 sharp 很 contrast 感，真的很好看，而且它是有点 matte matte 这样的，对对，其实这个是 Audi Sport 的一个设计来啦，就是比较运动化的一个 design， 所以它会有这种这样子的元素在里面， OK OK， 哇，特别啊，你先看 rim 先，真的真的 OK， 还有这个我很喜欢它的眼睛车的，对，其实就是它这样子很有 correct 的，我觉得。我觉得跟你的眼睛，是不是？来，我要站在旁边看一下，跟我的凤眼一不一样？说起是奥迪啦，它有个外号叫灯厂。那这个灯啊，他们是底色很可惜，晚上看的时候其实很美，它是一个 LED 的灯，然后这边啊全部都是有玩那种灯光的感觉。OK OK， 所以它是 auto 就是有那个灯在那边的啦。对对对。还有就是这个四个圈。我很爱这个 logo， 这个就是我介绍你的原因啊，其实，对啊，你太了解我了，因为你讲你要 try something premium， so 对对对，其实这辆车啦，它是讲 SUV， 可是哦，它是一个 coupe SUV， 所以是来跑着，你懂 coupe 吗？懂哦，因为你自己也是驾的，跟我的车一样，对，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运动化、比较跑风的感觉，所以它这个 roof line 其实是比较低的，你看到这车顶线条还是很、真的嘞，很 sleek， 很流线型的感觉。对对对，然后这边你看它有这种，它是慢慢变小。对对，就看了比较年轻啦。对 对, 对, 对啊，因为如果我介绍你那种普通的 SUV 后，我觉得就有点老。对对对对，我是年轻的。对对啊。哦、它有这个方向呢、就是你脚踢式的开启和关闭，所以你如果拿着东西的话，拿东西上车的话就。真的很方便，而且每一次就是女生买东西啊，还是好像我工作的时候要带衣服、还是鞋子，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放进去。对，那这个空间你觉得怎样？很大啊，
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可以变成我那种 mini wardrobe， 你知道吗？装鞋、装衣服那个。对对 对, 对，女生就是超多鞋子在车上。我知道，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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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要关掉它的话，其实也是这样子。OK。可是我也可以按这个东西，对，这边也是有把灯的。OK， 所以其实挺方便的啦。哦、嗯。然后这个灯呢是一个 LED 灯的设计，所以它是有那个灯条啦，包括它的这个型号、其实是有看到刚才它有这样子闪一下，对，好像跟你笑这样子。真的。所以这个晚上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很美的，嗯，就很时髦的感觉。OK， 嗯，好，很特别。好的，好的。哇，这个 steering 很大个哎，对，而且它的这个手感抓起来真的就很好抓，很稳的感觉，是不是？对，而且你注意看这个 meter， 对，还是电子的，对、很 futuristic 的感觉，它整个设计 full digital， 然后整个就是很有科技感的感觉，嗯、然后这个 meter 真的还可以换不同的界面，你可以看，就是它可以显示很多的 information 啊，对对对， 很方便，嗯，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这个啦，这个你应该不懂。这个是怎么？它是有一个叫 MMI 的这个 Multimedia System，然后我觉得它最方便的呢，就是它现在支援这个东西。OK。除了 cable， 接上这个 USB 过后啊，我接我的电话呀，然后你的这个电话里面的功能就全部可以在这边用了。所以呀，好像你要用Waze 啊、Google Map 啊，对，你要听歌啊，这些全部你的电话里面的功能都可以在这边秀出来。所以好像你平时开车的时候你要用Navigation， 就直接在这里看到、然后它的这个操作也是很 smooth 啊，就整个都，我试试看。对，真的哎，真的 是不是？就很 smooth， 很快的感觉。对，而且它还有很多 information 在里面，像是你可以看到你的车几时要 service。这边是 看得到的。So yeah。Okay。然后你不是讲你喜欢开快一点？对对对，这辆车它有这个 drive mode， 你按上去，你选这个，它有 comfort mode，有 dynamic， 然后有你要省油的时候，它有省油的 mode， 甚至你如果、你讲如果你有去户外活动的时候啊，你 off road， 这你开了这个 off road， OK， 就比较不会陷在那个泥泞里面了、不会陷在烂泥里面，因为它是四个轮都会一起跑，对对，它是一个 quattro。那讲到这个 quattro，你看这边，有灯嘞、对，这台车整台全部整。四周围都有这个氛围，晚上的时候应该会更美，对不对？对，它是一个很有气氛的一个灯光的设计，而且这个灯哦，可以选 color， 30种，你喜欢什么 color？ 我喜欢红色。我选给你。So， 怎样？后面这一个部分你觉得怎样？我觉得很舒服啊，坐上去的时候，然后还有这里有空调、aircon 真的吹上来，对，这个 Malaysia 很重要、对对对，非常。它整体的这个底灯也是很漂亮啊，然后空间我是觉得相当的足够的。对对对，你不要看它好像外面看好像矮这样，我其实它这个头部空间也是很够。你几高啊？168。168。我不会跟你讲我几高的。偷偷跟我讲啊，我不会跟别人讲。No， 还有一点，我就觉得这个的车的椅子啦，它是够高，所以它的这个支撑很够。我觉得如果你类似你要载你爸爸妈妈出门的话，他们会坐得比较舒服。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可以调的嘛。可以，它其实可以向前向后，所以你后面就更多空间哦。你可以把你的老公丢在后面啦、帮我找一个老公先。可以，我帮你找到老公，我把他丢在后面。可以，谢谢。OK，还有哦，我觉得这辆车啦有一个。相当好的地方就是它虽然是高车，对，可是它上下车很容易，方便啦。哇，这个车真的。上山的时候那个 pick up 真的很快耶，满意吗？非常满意，可以哦，可以，因为这个车它是用 2.0 的 turbo engine， 你懂什么是 turbo 吗？就是比较有力哦。对，这样子讲就没有错了。我是懂的， OK。 而且这辆车其实它的这个省油方面是做得相当不错的，而且你没有 feel 到它的隔音很好，对，整个就很近的感觉，就是它换牙很快耶。对，这个其实也是奥迪的其中一个优点，因为它用的这个
所谓的牙箱呢，是七速的这个双离合多 clutch 了，它换的特别的快，真的会有 lag 的感觉。好像你看我突然间 brake 它也是 OK 这样哎。嗯，整个就很快，反应很灵敏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动力 performance 方面，你肯定会满意这辆车。非常满意，可以把它加回家哦。直接加回家就对了。对对对。然后等一下前期的过户给我。就是因为我家搭车的话有一个 concern， 就是我怕会晕车。啊，你讲到重点了，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 physics 的一个物理的原理来的。嗯。重心越高啊，你的这个抛物力就越来越高嘛，就越来越多嘛，所以这一种所谓的要给你高视野的车辆，他们就把车身加高，然后座椅又再加高，整个重心就很高去，所以你就很容易这样子。对，就觉得很晃，是吗？对，就很晃。但是这一辆车你 feel 到吗？其实它重心很低。对啊，整个就很稳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 Quattro 这个灯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它的那个全驱系统，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四个轮都在做工的一个 system。So yeah， 它其实就像一个保镖这样啦，无时无刻都在暗中工作，在你开车的时候啊，过弯的时候啊，它就是一直在分配那个不同的力量去做工，好像保镖这样保护着你。哇，有被保护的感觉，很浪漫呢。是不是很有安全感？真的。所以这一辆车开起来的时候，不管你是在什么路都好，它都是特别的稳定。可是我觉得这个哦，可不可以再高一点的？这椅子啊，你是觉得太低？我觉得有点矮。哎，让哥哥来表演给你看，它的这个椅子的调整的这个 range 啊是非常的广的。你看我这已经升高到镜头要快看不到我了。所以其实比较娇小的这个朋友们啊，我觉得都可以轻松 hold 到这辆车，因为真的是这个高度哇，基本上已经是可以看到了。真的，很好驾的，真的是很好驾。很好驾。你看我这样摆弯也是很稳，就整个很定。对。车子很稳。对。你的人也很稳，不会有。它不会。身体摆动太多。你就不用担心晕车了，基本上。对对对。其实这台车就是很多东西都一直在暗中帮你工作。像是我的 guardian 是吗？守护天使。对，一直在紧紧候着你，温暖。所以说不需要男人了，有一个好的车就好了。这样又不是这样讲，男人还是有那个温暖的感觉的。你要踹吗？所以就是你看下雨的时候高车就很有好处啊，你看东西的时候会看得特别远，清楚一点。而且有积水，遇到什么积水啊，小 case。我觉得这辆车这一些东西加起来了，它的这些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特点啊，全部加起来呢，给到你的是一个安心哦。真的。就好像你在雨天开车，你也不会觉得来，怕怕这样子。对，它还是很安全的感觉。哇哦。哇哦。旁边那个积水。对。不用担心，这个车很高。而且很定。其实我是没有不敢驾大车的，可是我驾了这个就觉得哦 ，OK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在 City Drive 它这个身形，它的这个开起来的感觉都是很容易开。哦，对。你要做 parking 那些其实也不难。对，说 Selin， 今天试驾了这辆小宝贝，你觉得它的感觉怎样？非常满意，而且重点是它非常符合到我个人的需求，很稳，然后给我非常大的安全感。男人给不到安全感。他给到了，我先走先啦。回来，你还要把这个车卖给我嘞？对对对，好。So， 除了有这个安全感以外，讲到这个安全感啊，其实这一台车它在这个 Euro NCAP 就是它一个是一个碰撞测试啊，它是拿到5星的成绩，5星是最高、最厉害、最顶的。哇，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奥迪这个品牌，第一次就是见识到了这个德国的工艺。对，工艺。对。So， 买吗？买，当然买，还不走？走，我们去签单。我要做 passenger seat 的哈。哎，不过签单之前，等一下，我要先给你一个 challenge。什么？我要你和这一台车拍一个30连拍咯，30个氛围的嘛，30连拍。老板，加钱。还是来一个10秒的 beauty shot。可以啊，可以啊，你要我怎样？好。你也会一起的是吗？你要抱着我一起吗？可以啊，我们抱着一起哭。好了，那今天的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在这里
是应该是你感谢我才对，不是我感谢你哦。我们互相感谢对方。好，谢谢 Serene 愿意上我们的节目，谢谢小明愿意邀请我过来介绍这辆车给我。嗯，好，说、so,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最重要的是去 follow 这个 Serene 的 IG。谢谢 Serene Claire underscore。放在这边。嗯，谢谢。我的好，各位朋友们，我们下一回再见啦，拜拜。